比赛到此为止。普和红钻今场可以话无人能挡啊，完全唔收手嘅，赢得非常之轻松。Kimman 平一平头先场波咧。普和红钻防守咧真系做到密不透风噶啦，对面咧就算攞住个波在脚啊，都好难猜到入去嘅吓。咁啊，面对住防守咁强嘅球队，你真系打佢唔入喎。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多谢晒 Kim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啊吓。多谢晒啊！咦，话时话，家谦真人靓仔个上镜喎。